上礼拜我是不能戏剧 AKMC 剧，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进来就说我撞到麦，白痴。好的，现在早上六点，我要去接我的两个重要的小伙伴们，我们要去台南两天一夜的罪恶城市吃饱喝饱，接一下他们。啊，恭请大驾光临，那个行李放后面，行李放后面。好啊。走，我们先去接他。好嘞。你一定还没睡。睡了一个半小时。耶耶耶！丢丢丢！人生好你。起吧。我们接到探，接到打，所以我们现在准备要出发台南。我们等一下一到就先吃中餐，好不好？先爽一波。他并不是什么亚历山大王，他就是 Alice Never One 隔壁老王。这第一部哪里来的、啊？很棒吧？这一部哪里来的？我在网络上买的。哎、欸，蛮、欸、屌的。他以为我唱 Alice Never One。对啊，不是，是 Alice Never One 隔壁老王。我是你的老王，哪里来的？这么以为我全真名 ？No man， 我是有创意的年轻人。OK， 我们下来，我们。下来加个油啦，我们要再出发了。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现象，就是如果你在台北骑摩托车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树荫。那我们没想到连排队都是。我现在挤不进去这个树荫，我好气。小光头付钱。对啊。尽量点吧，给他付钱。一样花的，花值的。他说他要吃什么凤梨牛腩，隐藏版菜单，菜单上面找不到。对对。他是不是土狗？我换主持人，我们刚才拍完拍场。You kill Kurade。哎，凤梨牛腩有啊。我要凤梨牛腩呢、啊。他不是隐藏菜单啊。操，骗我，大笨。大份凤梨牛腩直接点，我们现在来到文章，他刚帮我录完了，还没讲在哪里啊？哦，专业一点好不好？没有，对不起，我从善化开始介绍嘛。我们现在人到台南，然后我们在文章牛肉汤，是我同事，你强力推荐，你没有来吃过？我没有，我台南不是，难怪，我一定要吃，你为什么不让我推？先让我吃，因为我看到我同事去玩的，我就招牌牛肉汤很想要。我要小碗就好，他说太会太多，一人小碗就好。综合切盘来一个好不好？综合切盘，那永和切盘要吗？我还是点个看看有没有双合切盘。综合，然后再来一个水，那个清朝素质水莲。不是，我们今天都难得来台南的，不要吃一些绿色的东西。要。超快，我们才点完餐，大概三五分钟吧。温体牛就是这样子，它这个肉下去，汤冲起来就好。那这是牛肉的卤肉饭，哇哦！吃温体牛就是要沾酱油膏，哇哦！我很怕烫，可是我超想喝汤。算了，先开别的。温体牛就是你看，它的肉一定要是粉红色，太熟，我跟你讲，老板就进来揍了。欸，我说我有点饿到失去频段的依据，是不是好吃到有点冲脑？对，我觉得太好吃了。Oh shit， 看这超好吃，跟一般的牛肉不一样，它多了果香。但它果香之外，我很怕它会有带太多的甜味，但没有，它有一点微微的小酸的香气从鼻腔飘出来。如果我们现在时尚玩家是不是？哎，我是阿郎口啊，对。好，我们放好行李了，然后我们现在要去走去避世酒精750公尺，然后。750公尺可以吧？将近0.75公里。你不用换算哦，这么近，它会有点太近。不是，我们去吃个冰嘛。走路要几分钟？
大概10分钟吧，十分钟啊！你要坐计程车我也可以、啊。我决定参加雄狮旅游，不要乱打广告。还蛮好吃的。我打管清明哎，就是通常是在 Wire Force 是他会被一直主动打的，然后在酒地方是夜生活是我。干白天他刚所有台南的，就是居民们都是看到他就这样，直接好像朋友这样。哎、欸、阿达，我是电视、欸、电视人啊。阿达去哪里？你是明星哎、欸，你在给我、啊。里面看起来是我是第一批客人，有营业吗？还要再等一下，是吗？对，大概多久？要1:30左右。好，你们是有室内位置的吗？有，我们楼上有。好，可以先帮我们开冷气。对，可以先。可以到，可以先就不错。可以啊，好热哦，外面。等一下，因为他正常他写一点开，可是他们说今天我不知道，可能到1:30，我们就不要脸的跟他说，我们可不可以进来借坐一下？我们1:30的时候再开始吃甜点喝啤酒。我蛮期待的。老板人很好啊，谢谢老板。那我们先这样，帮我们开冷气。对，老板快中暑。不然我们在外面他可能看到3个干尸，来了2个我们觉得非常需要的东西。他说芒果拉格，不然我先试口。好，没事。拉不拉？忙不忙？好喝。忙不忙？忙。微忙，但是那个忙刚好，因为如果太忙，你就会觉得是加味太多，很爽，真的很爽，现在很爽，主要是有，刚刚还敢笑我，重点是什么？超冰哦，我觉得你要喝这个，这是一般的，这也很好喝，但我觉得这个是我会喜欢的，因为我没有那么爱喝。太大口的水牛，爽哎、欸！不要拍了，不要管。这个，先喝点。水牛来了，你看水牛喝啤酒的样子，我感超爽。嗯，是不是啊？你喝这个芒果，这比较轻，我觉得这个适合在海边喝。我不可能这个。第一个，我等下帮你问。如果我们可以买一桶寄去你家，那怎么好意思？可以量桶吗？可以量桶，啤酒桶，他家自己有一缸这样，然后他平常拉那个这样，然后家里这么翘，原本是斜拉，最后还要拉正，拉爆，全都是泡沫，你会不会倒酒？这是什么哥吉拉猛兽？好像刚才侏罗纪公园，一直没。我们等1:30下去，我们要点。我那天主要是要吃甜点。热下伊，我买几多三嘛？好热啦！都睡去，都睡打嘛。所以现在有奶油威士忌吗？有。哇，奶酒咖啡糖。奶酒咖啡糖。你要什么？咖啡糖。还有那个樱桃白兰地，还是你要吃樱桃白兰地？来葡萄。还是你要奶油威士忌？奶油威士忌。好，那我吃樱桃白兰地。你要什么？莱姆葡萄。然后一个蜂蜜拉格。我要黄金爱尔。你喝刚那杯啦。哦，热一下就喝完啊！好，可以再喝一杯啊！对，我想试试看国宝冰奶茶。好。10勾呢？我的是樱桃白兰地。兄弟，兄弟，没有人这样吃的好不好？这叫正面。你会吃点水准。不是他跑出来不想浪费啊！他是莱姆，你的是什么奶油太妃糖？不是，你是奶酒太妃糖。哦，我不知道，奶酒太妃糖。那个是奶油威士忌，好好吃哦。那莱姆酒的味道混得很好，浓郁。你放头上毛巾可以让我擦手。没有了，开玩笑的。拿衣服擦好了。有酒味但不浓，但而且吃起来是清爽。我觉得没有清爽，我觉得只有爽而已。因为我现在用酒类制品是会浓到有点难度的这个就是可以，因为它的甜味还在，所以甜味跟酒精的那个压下去的程度也比较高一点。其实都有点，我在做节目，我觉得有点像是奶酒的感觉。干嘛？想要跑出来？
抓出来了。不然是我在主持节目，你有卫生纸吗？没有，戴高帽不戴卫生纸。你在主持节目了，我在旁边说，看他胜了，帮他擦一下。你现在变脸擦啦？看，锅包奶茶。欸、你好，你好适合肯德基也这个东西哦。啊，奶盖很厚哦。嗯，你家里也养头牛？你连鼻头都有点疯了。好，冰次酒精，我们这边吃了冰淇淋，然后喝了啤酒，然后大家记得离开的时候要拿那个。东西放到柜台哦，好不好？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蛋挞汉堡，带谁提的？这个人，蛋挞汉堡，一天吃六餐，这是你的导游 ADA 带你环游世界，到处飞。欸，我们现在在蛋挞汉堡，但遇到内部整修，所以现在怎么办？我等一下查一下，我还是要吃到一点东西再回去。黑豆内丹丹汉堡整修，然后我们的带我们飞阿达又查到一个刘家粽子，刘家粽子二十四小时营业，我是七十二小时休息，没有开。端午节之后就直接索性放暑假，真的休息嘛，太累了，三天捕鱼，五天晒网，转了一圈，什么都没吃到，只买了杯饮料。很欧式的旋律。西班牙，街坊邻居，好不好？什么都没吃到，超没道德的台北人。金杯松，哎呀，我的胃。好了，我们回到我们住宿的地方了。我们等一下管家来帮我们开门，我们就可以进去休息一下，准备吃晚餐。准备吃晚餐。我们出来的安排的行程就是下午睡了一个午觉，我们刚刚全部人洗了澡，睡了午觉，很舒服，然后去吃饭，我们就是吃了喝了吃了睡了吃了吃了再喝了，好开心哦，开心了。然后我们要去吃一个火锅，吃完就开始喝了，好不好？我们现在到了瑞穗沙茶旅，金池一家别无分号，杨飞，离我们住的地方非常的近，走路大概二十几分钟，才没有那么久，没有那么久。好了，他说我们点一个卤就好，每人低消一百八。我们这次吃的基本上都是给达哥安排了，好不好？好啊，谢谢。终于看得出来我们的体重，那我们大概会点起来。吃饭全靠打，整装全靠打。其实我觉得你这眼镜很好看。干嘛？我觉得不错，而且你最近是有瘦一点。完全没有。客套的，我有的。没有嘛？你完全没有。你瘦啦。你有灵魂是不是？有瘦。你有瘦。有收钱。收钱。Dark soul。要菜吗？菜什么菜 ？Fuck you 菜。Yes. Fuck 菜。出来吃锅子放菜，那凶什么？懒得。跟你讲啊，不是，我跟你说，嘉庆点一份给我老婆看，跟她说我有吃菜，我帮你录起来了。好，老婆我有吃菜。妈的，怎么还是那么难？还来啊？不要来啊！人家的杯子啊！好贵，好贵，你真的很贵。这乌梅汁这种东西，你看我这边有什么？哦，嗨，割开底，哎呦，掉进去了啦，傻逼！你好烂！你好烂！我第一次这么糟糕哎！为什么？他要给我一颗乒乓球。再点一颗蛋。他把蛋搞好，谢谢谢谢。那这个酱跟蛋是打烂是不是？对，打烂，谢谢。看很好吃，
哦，好香哦！哎、欸，这个想要吃饭。嗯，想怎样？有巴拉鸡。我们吃完瑞水火锅，但是我们决定要把胃留一点，因为我们只有两天一夜，所以我们想要多吃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刚刚只叫了六份肉，我要吃到对六。现在这边一定要跟大家好好推荐一下，好，瑞水沙茶炉是一个阿嬷开的，孙女蛮漂亮的，漂亮。好，我们现在来吃鸭肉跟你去太近。有，我们叫了四碗鸭肉饭跟四碗鸭蛋，然后我们要买红茶冰再回做荔枝。懂吃。靠北，我们今天跟猪一样，他一直在吃，每天都跟猪一样。那我们等一下要继续喝酒，继续喝酒，继续。哎，鸭肉饭这种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哎呦呦呦呦呦！哎哎哎哎，哦，好吃吗？不错，可以啦。嗯，那个老板那么热情。对呀、啊，那个老板怕凶哎、欸。哦，我们吃起来有点太饱，我们终于要开始我们今天的喝酒行程了。我们要去我们的第一间店 ，Let's go， 开始啊！我们今天来到台南最后城市的第一间店是 Lonely Bar， 然后我本人没有来过，但是因为我觉得资讯要准确，所以我都问业内的大佬们说，我们去台南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一间酒吧？那是安哥推荐我这间，他觉得这间虽然说现在名气没有到非常的大，但是他说是值得一访的店，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 Lonely， 走吧。你终于到了，我们等你很久了。对对对对。因为我是第一次来嘛，然后我觉得这里的店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超级漂亮，我觉得很漂亮。我觉得这店算是我来过我觉得最有情调的一个、嗯，对不对？情调，情调。会去日本的那种温泉饭店，然后吃东西喝酒，但是很少有酒吧是榻榻米的，对啊，就连日本都很少，对不对？对，没错。我觉得整体不错，日本的榻榻米酒吧非常稀少。不是啦，那是压缩机，是压缩机。好了，我们点了五杯的 signature， 就直接试它的五个 signature。然后就是我们点这杯来是薄暮之光，然后它是 rum 红玉红茶。你们谁想试？这应该是比较清爽的。刚刚的是薄暮之光，然后我们又上了一杯，是我们点的第二杯尤塔克斯，然后是 tequila 跟马告还有凤梨。这杯应该是你的对吧？好、啊，就给你。刚刚第一杯。薄暮之光丸，哎、欸，然后我们一次来两杯，是春香琴酒包种茶、麝香葡萄，然后这个是阿达要的杨子的下午茶、琴酒煎茶跟日本柚子。老师五杯都来了，哇、哦，刚刚好呢。这杯是，这杯是隐次郎练歌，哦，很漂亮，练歌，练歌，每一杯都很漂亮。起来，哦，我觉得很不错，因为它进来的口感是很夏天的。我觉得很不赖。我这杯是令人讨厌的杨子的意思吗？不是那个，乱改人家的酒名啊、欸、其实我觉得他们酒很特别，就是会有日式清新的感觉的，所以蛮适合夏天的。因为我这杯真的，它是茶酒，对不对？它日式清新感蛮重的。我很喜欢看酒吧的细节，是看这边的杯垫是用这样，我是觉得蛮可爱的。整体的灯啊，也都是用这种很日式古风的。环境也很不错。目前这三杯的 signature 都算是蛮都是轻松的，很。但是你如果清凉，清凉，你不喜欢姜汁的话，这一杯你可能会不喜欢，有一点辣，对，有点偏辣。姜辣。但是像很多人喜欢 ginger 的话，就是这东西就是超适合你。但重，目前我觉得我的这一杯应该是最万用，我觉得它整体口感比较讨喜，然后这两杯都很好喝。但是那杯的柚子香呢，它尾劲有一个苦味，如果有一点点不喜欢尾巴的那个苦，我觉得它是茶的尾苦，对，茶的尾苦，可是我喜欢啊，像我喜欢茶，我就觉得说这个蛮爽的，蛮爽，甚至感觉是可以配热食吃的。所以说杨子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像大家看到这么乐观的人，我只确定你是一个讨厌的人，令人讨厌的打子，对，口感魔，哦。
这一杯应该是他新的曲中口感最重的。哎呦，来了，好不好？练歌老师，尹次郎练歌，资深重王来了。次郎来说这个部分，他刚下去的时候重了，但是他有一个那个花的那个，对不对？那个籽还是什么？就像桂花香是吗？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桂花啦，那是桂花香。对桂花，很香哦。嗯，很香哎。这杯应该可以给你。对啊。因为我在家喝的酒都是48以下的，我都是主菜用掉。哇塞，好 man 哦！你好，只喝49跟58是不是？对，五八。哎呦，谢谢，没事，这个我也请假，所以我就请服务员。哦，好好好，没事没事，太好了。卤猪肉的冷盘切片，对，看起来很好吃。我的天哪，哇，我就多了一个台南，我觉得要踩的点。我是怕以后订不到。不要上片好不好？奇怪，没有，但我还是想分享，因为我原本追这城市的目的就是我想要让好的店家跟很用心的店家被人家看到。对，哎，这家店的所有东西都是爽口的，不管是吃的东西还是喝的东西。对，这个好好吃哦。班尼的这杯，班尼的这杯是春香琴酒的哦，琴酒的，我期待哦。哈鲁卡，我目前五杯的第一名，我个人。真的假的啊？我这一年来，我非常喜欢琴酒，所以我认为加分是不是？对对对，试试看，很香哎、欸，它入口非常非常的顺，哇香啦！我也要喝琴酒包种清茶，哎、欸，怎么会那么爽？我觉得很不赖。好，这也是我目前第一名。对，我目前第一名，很厉害耶！它有茶对不对？包种清茶，我觉得很厉害耶。这杯是我的了，我自己现在做一个小总结。我们五杯的 signature， 目前我个人它的表现都不错。业内调酒师会推荐的店，就是基本上不会有问题。就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小迷思，我就想跟观众说，等于说可能你说哦，你有认识日本的朋友，日本朋友推你的酒吧干嘛？未必会对，原因是因为他们。就是照自己的喜好来发展，可是因为我喜欢问业内的调酒师，是因为像我去国外喝的时候，我也都是问台湾，因为他们都有认识国外嘛，他们推我的店就是你很确定这些人是非常用力的在经营这些东西，然后是我在钻研他的技艺，所以我自己来这边的时候，我就觉得绝对不会有问题，这五杯都没问题，我自己个人评价1、2、3、4、5，但这个五的原因是因为我最近不太喜欢喝姜，对，我最近不太喜欢。我以前很喜欢喝 Moscow Mule， 但我最近不太喜欢 Ginger Boy。对，那这一杯放后面是因为现在很热，所以我想要喝轻一点的东西。我个人的评价的意思就是我的喜好。那如果你常看我的频道，你跟我的口味接近，那你可以照这个方法去依序试。但我还是很推荐，我就说喝酒就是个人观感，不管怎么样，别人说的都是假的，你来就都试试看就对了。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这个很好吃啊。这个很，谢俊哥啊，带我们见见世面。谢俊，感谢安哥推荐，好店家又漂亮。所以这间店音乐都放老日本 CD pop， 我很喜欢一间店照顾到细节。像我之前上最后城市那个日本 Watch Club， 就是很多细节。这间我觉得虽然说它很新，它拍8-9个月，可是我目前给评价高哦。高哦，没有付钱哦，这不要忘记，最后城市是你给我钱都不业配的。我自己非常喜欢，而且他音乐真的把那个氛围带到。对对对对对，就你会想到，噔噔噔噔，打小飞了，啦啦啦啦啦啦，老说长假，对长假，老人家，老人家，九保田利生，我喜欢，我喜欢，他感觉这边就是会放九保田利生的那种氛围。蛮，我觉得蛮推荐的，而且装潢也真的是很完整。哎，我决定要再点一杯 classic 好了。然后我看到它有 spumoni 这杯酒，我有一个小小很奇妙的发现。在台湾 spumoni 这杯酒不难点，因为台湾的调酒文化比较多，日本师傅可能说温牛赏他们，或者是像酒巷，那就是银座那盘那个我们去那个毛利先生的徒弟的店，所以日式的就比较多 spumoni。然后我那时候不知道，我以为很好点。结果我去香港那边的比较洋一点，比较欧美一点，结果他们的 bartender 没有不知道这杯酒是什么，是我才发现有一点点的差异。可是我不知道这东西是不是正确的，但是我的确本人发生了这件事情。然后你看这边的整体风格偏日式，我又看到菜单上有 spumoni， 我就觉得有可能。麻烦如果有调酒师看的话，下面帮我验证一下我讲的东西到底是不是对的。我自己发生了，那我有点疑惑，我还没有问别人，如果有的话解答一下给我。耶耶耶耶耶，酒来了。嗯，这个也是我第一杯很常选的。
哦，怎么样 ？Smile。Sweet。Sister。Statistic。Surprise。Service。Smoothly。Smooth。什么东西？我们刚为了练这一段，其实大概练了5-6分钟，只是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这个感觉。你们一秒我们练好不好？就是好宅，跟你频道的 TA 差好远、喔。可以吧 ？Surprise。差好远哦！来了，喝了。好，我刚刚打还没有要走，但原本阿汤要跟我们过夜，但他临时有一些工作是要赶回台北处理，所以我们今天多一个床位在这边没有了。他征求的时候也没人会来了。我说男生啊，我看我们朋友要来嘛。Come on, boy。不，没有了，就让你先撤退，好吧？我们台北见。好了，拍谁？没事。有，可以，你们再喝。我还没帮你叫车。啊，对，哎，送点这个，要送点这个，我在外面白等，白等之星呢，白等之星，跟白星之星，速度很快，还没来，我没叫车。但我跟你讲，阿探本来是我的，就是水牛顿。你知道吗？但如果阿探走了以后，牛今天你就成为我的水牛顿，我是公牛顿。下一间维帕，芝加哥，下一间我维帕。好了，check it out，让探先走。啊，认真，喜欢这一间。嗯，因为我第一次来，这一次的感觉给我非常好，就是蛮适合，我觉得它蛮适合约会。店内氛围蛮适合约会，然后现在我们是礼拜六嘛，然后现在是9:30，已经快满店了，所以也蛮热门。而且我其实蛮喜欢他们外面就是吧台椅的那个感觉很舒服，就是在这边小酌是非常有感觉，觉得很不赖，蛮推的。我之后这间应该也会有台来台南，我应该都基本上固定会来，没问题。它应该会是我的第一间店选择。先来轻松一下，轻松一下，吃点小点。好了，那我们喝一喝，准备要去苏雅。我刚好台北也有一个工作，你不能走，你是我的水牛顿。我就对，不能走。好，我们把它喝完吧。我们离开龙里了，然后现在要去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为什么会排最后一站？是我不觉得可以轻松离开。我们接下来要去的店是人称台南南霸天、赫赫有名的台南帮 TCRC。好，我们现在来到 TCRC 里面了，但是我本人来过这间店2次，都没有进来过。就是你是不是怯？是，我有点怯了。然后刚小夏说他们没有那么的残忍。我是持保留态度。小夏，帮你推一下，你们有什么？因为我没有在真的坐下来在这里喝过酒，我只有进来然后被赶出去。啊，因为大概这么嚣张啊？大概7-8年前吧，因为就你们店就一直都预约已满了，都进不来。不然你推我们2杯，他不喝威士忌，第一杯都轻松。对，我也想轻松一点的。好啊，既然来釜城，就来个釜城的漫步吧。好 ，OK， 好。釜城漫步的内容物是什么？它是用凤梨跟蓝姆酒。哦，好，去做好这个好，釜城漫步，好，我们等一下酒。那你这边的下好像比较大，不是高楼大厦，而且，哎呦，蛮好笑的。有高楼，而且刚三个下，然后小下倒了3个，然后我说阿达不喝威士忌，正常那杯他应该是会找自己人喝嘛，没有，他把那一杯分到剩下2杯，然后再补一杯一样高的出来。哎，酒倒出来了，怎么能倒回去？没有，他是会给别人喝。哦，也对哈。我的是釜城漫步，然后他这杯是覆盆梅，哎，欢迎蔓越莓，覆盆梅。覆盆子全错，甜甜的。然后整个口感蛮温和，我觉得我们这次来的时候，第一杯选的都很棒，就是都很，我觉得我也是可以马上喝完。而且我刚问小夏，我问他们说，他们这边抢有多少支酒，他说1000支，他们说光拿下来擦就要花8小时。我好想在家里弄一间，阿达你在家里弄一间，你弄的这个好吗？因为我不用擦，我只要去喝酒就好。那擦交给我，擦交给你。哎，你也会生火。然后你喝看。
喜欢。好喝哎、欸，比较厉害的是，比我想象中的大杯很多。可以用分量来决胜。对对对，怎么用分量来讲？刚王世伟不让我喝这一杯，我们还是要拍嘛，啊，专业一点，他居然叫我再点一杯，一定很好喝，一定很好喝。他说百香果跟 Infuse 的伯爵茶，你的清酒，哦，再点一杯吧，你再点一杯吧，这边我果香茶香又果香茶香，而且这杯我觉得蛮适合在第二杯。就是目前的情绪上来说，如果再出可能像 Sumo 你这样子的方向的话，会我们第二家的话会有点太轻，所以这杯来的状态我觉得是蛮适合的，就是口感比较温一点，然后我觉得它是适合的第二杯。但我觉得我差不多有点酒意，可以往重手下，小虾看我笑了。他给下小虾给下，然后还给不一样的鸡血。耶、yeah. ！谢谢，谢。欢迎来到台南 T C R C， 恶名昭彰，前科累累，前科累累。我们刚到这边才来了30分钟，我们已经喝到4种不同的鸡酒，两杯调酒不同鸡酒，两个下来不同鸡酒。我们今天没打算收尾，到时候你把你这个 slow motion 解一解就好，好不好？不用怕，还有明天啊！哎，对，还有明天呢。那你明天前段你可以开吗？可以，当然可以啊。好，前段你开。我这边是白兰地、烟熏莓果，然后跟杏桃。哎，我觉得还好哎。他本来小家伙跟我说口感偏重，但我觉得还可以，还没有到很重口。然后整体口感还有蛮2-3杯适中。喂，不要演了，没有演。我觉得刚一开始入口呢，它的那个轻薄的感觉有点让我惊艳，而且最棒的是它的茶香不是一开始进来，是最后才会回冲，有点像回甘的那种感觉，但基本上苹果的香气会比较重。我刚本来以为它要开什么黄腔之类的，就它非常震惊的讲完了，算蛮精准，但我的前段就有一点点花香，有一点点。不是，我就一开始鼻子就会闻到茶香，哦，茶香，茶香，前段就有一点。你喝醉了，你他妈还喝醉了？兄弟，你到这三杯是应该要是要跟客人好好喝一杯吧？没有啊，我想跟隔壁老王。王帅，你下一杯，没有没有，你进度落后，你俩好，没关系，我再倒。干嘛拼酒？他们有1000支啊！好呀，哎，不是哦，我以为这一支也是 Roku 哦，这是他妈塔吉拉哦。哎，塔吉拉，专业哦。好，行，好，没关系。请问你们这边的高楼大厦是不是会长高？谢谢。耶、yeah. ，谢谢，谢谢各位隔壁老王，隔壁老王。好，走，还是塔吉拉。而且包含刚的下。45分钟，鸡酒6种，你是不是故意的、啊？他说要在我们的体内混合一杯 Long Island I C， 看这下，我脸上是不是太红了？蛮红的，我看一下，没有，就是太累的时候喝会这样子。我先说，阿达喝酒是不红的人，然后他喝的比较轻，然后因为他刚跟我们就是无聊再呛一下虾以后，然后他就讲了高楼大厦这个笑话。人家真的拿了一个高楼大厦，我也真的有高楼大厦这种状态，你自己收拾啊，你自己收拾咯。老师要暂停哦，阿北注意停。哎喂，高楼大这矮房而已啊，高楼到顶楼就好了，顶楼了，顶楼了，顶楼。苍井翔，高楼大厦，苍井翔，苍井翔，哦，哇哇，我其实没有看过苍井翔在喝酒啊。基基本本，哎呦，哦，咋、哦、咋？小夏如果有空帮我们做三杯，可以下重手，他的比较，他的轻手。我们刚刚点了，我想说打就喝轻嘛，两个重手。然后我们刚看他们在调一杯，我们看完想，哟，你真吗？两个不同的鸡酒拉，
放下，哎呦，差不多要加饮料吧，再两个不同的鸡酒，拉放下，再两个不同的鸡酒，拉放下，生命之水，我想说，哟，那杯该不会是把你要喝的酒吧？然后刚刚达叫我喝高楼大厦，我说好，你今天这么香顶，而且达今天算喝得多，我说好，我等一下就喝一个高楼大厦表现给你看。但是等一下那一杯是他的，那个柚子酒是他的。有，刚送来这杯，我想说啊，现在这杯是什么？这杯什么？烟熏什么 ？Whisky 烟熏梅子。OK OK。然后我前面那一趴，我在解释说他们弄很多东西的时候，他们刚开始说不知道，我不知道谁的、啊。然后我就说，我先下了一个预防针。我说这来的话就是把你的。有，最少七种鸡酒。PCRC 前科累累的长岛冰茶。这叫 long bar。这不干我的事哦。你可以慢慢喝，但我们基于尊重店家跟调酒师，看到哪一個你需要喝完哦。哪一个地方可以用好喝完红茶冰的大本？喝完是基本的，基本本啊。这里真的很粗鲁，这很凶残的这边，这你自己的够打，你要喝完哦，我不会帮你哦。哎，兄弟，你怎么没有要喝的意思？喝完了？没有啦，下一杯了啦。是吗？这里。哎、欸、，PCRC Long Island Iced Tea 就是 Benny 好酒量 ，Benny 好酒量，没关系，你今天没什么喝，我觉得你很辛苦，因为你都看着我们喝，我觉得不要拍了，人生只有一次，先喝完。我人生就一次，怕我就一次。我有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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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 Cost 啊。他说那是给你的礼物、欸。你们有那个，你们有那个，你也有啊。哎、欸，慢点。所以每杯都是好的啦，超大杯的那种状态，我说下台南胖胖瓶，台南胖胖瓶，基基本本啦。我觉得你的基累累，我觉得你的基基本本有激怒到他们，就是完了，就是太热情了。所以离店的时候，我很久没有被喝成这样子，很久了。欸嗯、上一次应该就是去年跟廖建之他们的酒精路跑。结束。昨天是有要到这么爆裂的，我不知道。我们昨天差点没，差点没得。而且刚王志伟跟我讲一件事情，我还想起来，奇怪的，他昨天趁我喝醉的时候啊，一直洗我买表。我那个时候如果真的现有现货有表，我卡就拿出来刷了。不是现货有没有表问题，是我说我可能可以问到确定有货，所以你就说好，然后你就说他一定也会想要，我就订了三只，所以现在是。不管怎么样，那三只我会先付，还有没有给我钱 ？OK， 哎、欸，抱歉，哎、欸，这，哎、欸，就这么带的，哎、欸、哎，频、欸、道出啊，频道出五万，他说的，不是这样说的、啊，他差点也要买，你洗他绿水鬼，哎、欸，抱歉，对啊，不是我们昨天走回来路上发生这么多事情啊，昨天发生很多事情，但这个不能告诉大家。好，我们这个话题就此打住，台南。我真的怕了，很好玩，但我真的怕了。我们吃个饭回台北吧。哎、欸，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台南呢。听说这边有一间，不是用这种外景节目的拍法吗？哎，都、欸、变爱玩，这两天一直变爱玩，更烦了。哇，这是深入血液里面的职业病。海仔龙，那海仔龙下个饭。反正我们最后一天吃之后没事了。好，现在一点最热的时候，然后我们在，然后我们吃完以后，我们要吃泰城水果店，我很期待这间店。吃完以后，我们就要去一个神秘阿达最推的地方往回城，然后就结束了。就這樣那这间是你很推荐？对，这间我很想吃看看，因为很漂亮。好啊，那你慢慢等吧。
你给我乖。欸、老板很可爱，我们刚刚老板说，哎、欸，那边很热，你们在旁边巷子排队，我帮你们开电风扇，真的外面装一个电风扇。开成饼店，哇，好重！虽然说它长得很完美，而且不平，220，应该是220。那我觉得蛮值得的。完了，我好像喝到变白痴了，我忘记这个水果叫什么名字。黄金芭乐。哎，对，完了。哎，你好聪明哦。但这边要早一点来，因为我们刚开店一点，我们12:40左右就到了，然后店内已经坐满人了。所以它刚这个冰，我觉得很棒是。它葡萄吃起来就是很像是一颗葡萄，不是那种果汁感或者人工感，是有吃到葡萄皮的感觉。它的上面的冰是真的很水果，就是你吃水果的味道就是那个味道，不是一般你喝果汁制品的那个味道。对对对，不是，很猛的。整体来说，我会改。啊，吃完了，然后仔细想一下，它如果半个哈密瓜其实不算贵。一颗哈密瓜有些水果要卖到300块。对，我刚刚想了一下，220其实是不错的。但重点是它的冰，好吃，冰好吃。好，我们准备要迎接最后一站，是我们要去阿达鸡推的六甲黑轮。他说鸡推，鸡推哦，那个真的酱鸡突哦，哎。我们来到了六甲黑轮，达哥鸡推，达哥鸡突，我们达哥带我飞。他说这东西极霸好。我刚刚在一个周遭没有什么店家的地方，他可以排队，很屌。而且因为这一间旁边看聚集了一些摊贩。哇，这看起来，试试看值不值？哎、欸，好吃哎。嗯。对，是不是跟别的地方味道不太一样？不一样。你吃辣吗？我不辣。嗯，它的酱真的，对它酱好吃的，它明显给过了。宗教，你可能不相信。很好吃呢。这个酱是不是不得了？知道为什么我一个人买3次我认输？对啊。而且一只，哎，全部都10块而已。我们要弄只要110块。哇、哦，受不了。好，以后。我他妈特别开过来，超远，超远的，一直超远。那我特别开过来，没问题。这个 ending 太完美，太完美了。等一下回家了，终于回家了。